我没有想到我这一生还会遇到一个我想跟他走一辈子的人。我早就已经做了决定，这一生都不想困于后尘，也不想被情爱所耽搁，所以对不起，我无法回应。以后你们户部的文书换个人来送。你听说了吗？皇祖母今日为定王与您两位赐婚了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，灼灼风流。